的人就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万普的精品啊，巨巨系列的海贼王娜美，然后算是七月的精品，然后有两款啊，可是说真的，我个人是建议你如果有单售一款，其实我个人觉得买一款就好了，因为我觉得他这次所谓的双色就只是牛仔裤的颜色有差异，看图会是这样子，但实际上到底有没有其他的差异，说真的我目前还没拆啊，我以为还不是很确定，那就不废话，这些都先拆给大家看好了。先拆 B 款里面的商品，然后不意外的里面一样有这个系列这种商品的问题啊，它打开后里面就是包装只有一半，它真的要不要考虑包装加强的部分，我觉得它真的是可以考虑不要用那么厚，就是有一半的空间是浪费的。虽然之前有人跟我讲说其实这个可能是因为他们怕商品有压坏的痕迹，可是我觉得你们运输上其实把空间省下来，我相信运输应该会更好吧。什么东西掉？胶带掉，吓死！还有手机掉到地上。两款都先丢到旁边。然后商品这样子啊，打开后。A 款的话是可以看到它商品分成我们讲的天后棒、底座、身体跟脚啊，基本上巨巨系列的差不多都是这样子啊，顶多有些时候会有一些小配件之类的。然后我个人是觉得巨巨系列做的最好一点是它够大只，而且售价也低啊，算是一个我觉得好入门的一个商品啊。然后之前一直有人跟我讲说。这一组是所谓的钢管舞，我还真的觉得还蛮像的。打开底座这样子啊，然后一开始有看到这个，我以为它是眼镜，后来发现它只是它的裤子上的造型啊。底座一样是设计在腰间这点，我个人是觉得很好啊。它就是装上去后，然后底座部分这边有帮你做插销啊，它有帮你做防呆，其实还不错。装上去后是这样子啊，本身天后棒的部分这边有个胶带。天后棒，天后棒本身上面应该好像有点像是亮漆的感觉啊。其实我觉得天后棒。我这一组我发现它的这是左手这个零件这边，注意看它有点擦，有点刮伤啊，不知道是之前有拿到什么东西吧。然后右手这边也是啊，这样感觉好像不是特别的好。棍子是怎么拿？哦，两只手拿棍子，天后棒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天后棒没有拿得很稳，天后棒是有做这样子，他天后棒刚好利用一个弯曲的弧度，这是 A 款，先介绍 A 款的部分。正面脸是这样子，我发现这个系列精品的脸基本上就是单纯的印制上去啊，侧面这样子，然后胸部是这样子啊。胸部本身，我个人觉得我这一组涂装不是很好，你可以看到它的胸部这边其实已经，就是左右乳上面这边其实有点异色，其实不是特别的好。然后所谓的蝴蝶不是蝴蝶，那个风车与橘子的刺青，它其实也有还原啊，在它的左肩上面这个所谓的娜美的那个刺青也有还原，然后他的手这个我觉得不错，手的手环这个是活动式的，这点还 OK 啊。然后后面腰是这样子啊，然后后可以看到那个屁股沟这边其实有做出来，肚脐眼这边也有做、啊。胸，我发现我这组涂装真的不是特别的好、欸，你像他这边的
这是应该算泳装吧。泳装这边的绑绳，它其实这边有点异色，然后这边也有点异色、啊。上半身，我反而觉得它下半身做的好像没有什么异色、啊，可是它这边左右两个很明显有那个灌胶用的那个白色的注料口的那个痕迹啊，这里左右两只脚这里啊，这里还不错。然后腿的部分真的很长啊，本身公仔有到25公分以上啊，其实还不错啊。然后我觉得它天后棒它并没有很固定住在它的手腕上啊，这点有点蛮微妙的，装上去这样子，侧面上，我是觉得它天后棒可以换成其他武器，但是一时间好像也没拿到其他武器，到时候再找。那再来介绍的是另外一款啊，所谓的 B 款啊。其实我觉得我最想要理解是，那时候厂商如果让我知道它的色差没有那么重的话，我真的应该不会买到这么多吧。买到两只都买、啊、我真的会挑一只买就好，因为拍照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只用一只啊。然后基本上一样啊，就天后棒，然后底座，然后上半身跟下半身两个零件而已啊。它分的其实还蛮简单的，扣上去这样子，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两只啊，右边是 B 款，左边是所谓的 A 款。然后其实我觉得最大的色差，眼睛本身是没有什么色差的，色差的部分就是它的所谓的胸部的这个泳装裤子，然后鞋子，然后头发全部都变淡色系一点了、啊，有点像那种二 P 角色用的感觉啊。然后棍子的部分好像。哇，这个棍子的部分我还真的看不出来有什么色差、欸。哦，棍子的部分，哎、欸，换代有时候真的很微妙。它棍子的部分，我现在发现它棍子的部分也有帮你做色差，而且 B 款的色差就是很明显，它是淡色系。大家看，棍子的部分两者其实是有色差的、啊，很明显啊，就是。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一根是 B 款的，色差比较明显。那就一样，棍子给它拿上去了。然后这个系列一样是没有所谓的可动性啊，这点大家稍微留意一下。侧面看棍子是这样的，其实真的有点像在跳钢管舞、啊。后面这样子，我觉得我的 B 款好像色差身体的颜色比较好、欸。A 款刚刚就是有蛮多地方。胸部的部分啊，我觉得最明显就是胸部的部分，然后异色异的比较严重、啊、但反而 B 款的部分反而比较没有，其实还比较好一点。然后脚的这个异胶的部分，注入口的部分其实也是还蛮明显的、啊。侧面这样子转一圈给大家看啊，这两款现在售价大概都是800到900多都有人在卖啊，其实不算贵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考虑购买这个系列商品啊，万普的七月的GG系列的娜美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考虑啊。